起来咱们的厨艺。之前播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哦，这个蛋有点厉害啊！要不要我帮你？你可以做一个，我做好了就叫你。行，做呀。打伞是脚吗？是。虽然说我厨艺不咋地，但是，对，就是这么讲。你第一次做还是第二次做？他说临时误判。你的意思就是第一次做了？我真的为我的未来担忧。我说我以后一定是个做饭奇才，我是个创作家，以后一定会被我创作出很多不一样的菜肴。盖上盖子放锅里蒸，蒸十二分钟。我的耳机。我现在开始蒸蛋，本来说好像是要放隔夜的冷水，味道才会最好，但因为时间紧迫，所以说我们就粗糙一点吧。现在得换小火了，我觉得，你看它已经有点那种感觉了啊，我要抓紧每一刻闲下来的时间。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张氏面，绝对好吃。真是好久没做了，说实话，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很有成就感，这都是我的成果呀。来了啊，我现在要放蛋了，啊，放葱了。哇，好绝，看起来。杨翔，来评价一下。挺好吃的，让尝尝这个蛋。你先试一下面吧。让尝尝这个蛋。这上面是什么？葱。你怎么加酱油啊？天哪，怎么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？我没吃过，这辈子真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天哪，这太好吃了。我这边夸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不是，你拿钱都买不到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样吧，以后我开个店，你来赞助我一下。现在未成年，钱不该让我管。你问我妈妈，可以，我妈同意就行。你一定会同意的。好菜，我来。不行，这男人的尊严。好了，吃饱。今天成功。成功，好吧，再见。